Taman Tasik Permaisuri. Here we are. This is a beautiful lak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.那个他那个，那时候满满是鱼啊！如果你丢东西给他吞下，一大堆跑来这边了，口开到大大，等着你丢。然后你看呢，那个 catfish 像，它就卡了别的鱼吃它的肉啊。别的 catfish 是它的肚子，还以为发生什么事。它会躺下来睡觉的这个 catfish。 那个就死人了，死人多的鱼，哦，你看那个catfish大条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很奇怪的，它走上来一只，它很哇，很 happy mood 这样，我看看，嗯，哇，这个吃肚子顶着吃的，好了，那个是山的，如果我们也是上去只能在山那边。